中秋节要来到进前，嘉义县农会、六甲乡农会、佮埔子农会加进班共同爱心送暖。伫咧十三号下晡是来到六甲乡的安静家园。嘉义县农会总干事黄静茹了解到，就是囡仔的需求，所以透过公益爱心的活动来关怀安静家园的囡仔，欢迎伫咧中秋节来到进前，麦当享用着澎湃的料理，让囡仔了解到社会对因的关心。该县农会总干事黄真宇表示，前两天交埔子农会家政班做伙合作零至二，这蛋黄酥有别伫市面上的所有食材，拢是该县的农产品制作完成，非常特别。伊即件率先抛砖引玉，响应关出中秋节的蛋黄酥的鸭油啊。外销日本的嘉义毛肚，还有嘉义关东花红肉组合。很多人呢吃过这一包，每次都会跟我们县农会敲碗，因为呢这个是由我们家己吼嘉义的农民吼收成的这个毛肚，众所最期待的。我们今年特地哦准备了一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哒啦，中秋家里上面有加一些农会，你有收到吧？卖假哦。烤肉组啦，那因为我们想说，不管是我们的院长，还有里面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小朋友，那可能的中秋一样应节，大家就会想要烤烤肉，所以呢，里面其实所有的烤肉组都是把他们串好的，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也是要拿去安仁家园，把大家的爱跟诚意给我们的小朋友。行政院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依据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零至二的宗旨，规划农业部门的永续发展目标是确保粮食安全、消毒饥饿、促进永续农业。111年5月4号，是农教育法公布施行，农业部会为了促进台湾农业的永续发展，交实现零至二目标。依据是农教育法第九条提出零至二的计划，以及确保所有的人拢会使得到安全、营养啊，佮充足的食物。并且提供在地性的农业及营养教育，特性支持在地生产，建构永续具有韧力的粮食系统。最新新闻，郑义成，大咖乡采访报道。